感恩咱高雄市全县，这些媒体先进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跟各位报告一下，高雄的电脑店就来了，你在笑什么？啊，笑我们的电脑展办得不够大，对不对？跟各位报告，今年的电脑展在小巨蛋七月份七月在任何 7-11 lucky 的数字，这特别叫到七月十五号。好，那要刚才报告一个问题，我们高雄市电脑工会有投标高雄展览馆，那很多人说我们高雄展览馆没有得标，对不对？连兄，工商时报的特派给你报告一下，虽然我们没有得标，被德国人标走，但是我要跟你报告一个问题，德国有规划的清单，怎么说？高雄市电脑工会投 16.8% 的回馈金，比他多一倍的价格，竟然不会得标，为什么？你们好爱下去。他说高雄市电脑工会是失格的，那我们跟你讲，我们借了今天的开幕式让你知道说，为什么高雄市电脑工会这一次的展览会跑到小巨蛋。但是呢，跟各位报告，我庄连豪做事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我们现在标得了高雄凯旋的展览馆，还有算不算？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我们包标到了凯旋展览馆了。现在这个高雄的这个世贸我们没有标到，他用非法的手段，所以呢，上个月我才去经济部给他泼死的，泼晒，还听？你两家下，真正一个泼晒啊！为啥无人家下？这一次呢，高雄展览馆，他只要一开幕，那我们就会一样随时去给他看。那我们标得凯旋世贸展览馆，就是要跟这个德国硬干，高雄市电脑工会说好不好？我们跟他硬干了，只要他的价格一个摊位，我们最少要赔他1000块，你说好不好？好。那你邱兄还没来，我这边想抢去。如果他再跟我们硬拼，一个摊位比他少2000块，你说好不好？好。我告诉兄弟们，你两个拨出来。一个摊位赔他3000块，你说好不好？好，都不好，是我你也不讲你嘛好啊。所以呢，今年的展览馆好戏要登场，所以我们这个高雄世贸跟高雄凯旋也是点的，我们会提早它开幕，我们的租金也会比它便宜，因为我不当二房东，我的特色就是秀，只要它一开价出来，我绝对要比它便宜。所以今天的记者会，原则上为什么会跟各位报告这些事情？我们展览工，高雄最大的展览还是由我们高雄市电脑工会主办，但是呢，我们既然找不到最好的场地，我们也要标一块地，总共是7388坪建筑物，户地呢有1万，大概加起来1万多坪，大约也不会输它，起码是7万坪了啦，只是我们的比价。会用心去经营，价格会更低，希望往后的高雄任何的展出，我们就把它移到高雄凯旋的国际展览馆，这样把大家报告。今天我们的特色，刚才统统就报告过了，我们的电脑有好，今天 R7 得过红点大赛，你若买这台呢，绝对让你对欢喜到连阿公阿嬷拢会爽，这个电脑绝对好。有什么优惠？有什么优惠呢？英特尔，你只要买了3000，就送你3000，摕旧机仔来看，这个特色你只要。还有呢，换电脑嘛，旧的换新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我们的特色。那早上呢，拢免票，九点半到9:55都不用钱。但是你如果要买个票进来也可以，来，平板电脑票来。你若买
票进来，啊，你会当上这种平台顶，抽入口我，啊，就该行来行去吼，会当遥控这台为火星来。哦，大家坐着可能看不到，我们媒体朋友们如果想看的话，我们前面有一台这个遥控车的摄影机。你买票入场可以抽这样的平板电脑，我不爱改工，这些平板电脑是上面点，哦，对不对？因为那块吸进去，我不爱改工，对，送这个电脑。但是我的对手我还是送啊，不是这样子吗？捧个来嘛，哦，哎，啊，我那个，但是跟他不一样对感，哦，就是送 iPad。还有送平板电脑，你买票进场可以抽哦，啊，继续行，行你头前，我买那个英雄呢，哦，这种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特色，哦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高雄的展览，哦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谢谢我们理事长。那我来问一下好了，这个理事长今年在我们的凯旋世贸展览馆呢，正式拿下来之后，我们年底的资讯月，对不对？资讯月是不是就有可能可以在那边跟大家见面？我们开始动工整修，焕然一新，总共要投入大概8000万整修，哦，大概8888万整修，这个数字是我要低起的，所以我们决定有新的特色呈现。好，哦，谢谢。谢谢理事长。